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它比世界上任何一只狗都强悍，傲骨凛然，像风一样驰骋在草原上。它就是金黄色的藏獒，多吉雍止。 那是我刚满10岁那年的5月，我离开自己生活了多年的故乡西安，前往青藏高原。2个月前，母亲生病去世，无依无靠的我，跟着一个叫嘎旺的云游者，去投奔独自一个人在草原上生活的父亲。 那个帐篷就是你父亲家。嘿，瓦拉，孩子他爸在吗？田进，你在这儿等着。我和爸爸在我婴儿的时候就分开了。 那时的我，连父亲的模样也没有记清楚。田进。 这是你爸爸，嘎旺，真是辛苦你了。<笑>小事一桩，旅途中常有的事儿。还有，这是你托我在镇上买的。谢谢。这点钱可能不够。钱我可不能要，长老下了严格的命令。那好吧，嘎旺，过两天我去长老那儿道谢吧。啊，就这样吧。 田进，我走了。进来吧。
换上这身衣服，你这衣服在草原上活动不方便。要想留在草原，你就得忘掉城里的生活。爸爸。什么事？没什么。我是想问，为什么妈妈生病的时候，爸爸不在她身边？要是当医生的爸爸在，也许妈妈就不会死了。但这些话，却没能说出口。啊！你就是田径吧？嗯。哎呦，你都长这么大了，田径，你还记得我吗？不记得。哎呀，你还是这么小的时候，我可是经常哄着你玩的。机长，我就是索纳姆。索纳姆。哎呀，听说你今天回来，我是特意过来想喝酒庆祝一下的。嗯。喂。你们这些人今天拉个班，好不容易才和儿子见面，真是不懂事的家伙。没关系。可是拉个班，田径岂不是太可怜了？今天刚刚到这里就被你甩在了一边。那你正好可以好好教教田径怎么放羊。什么？啊，真是太不像话了，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哦，哎呀，田径，你这衣服穿的不对呀。这么热的天气，应该把右胳膊拿出来，这才是我们藏族的穿法。那就来吧。照顾羊群啊，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只不过有的羊走得远了一点，注意点就行了。爸爸是医生，还需要养羊吗？哎，光靠当医生可吃不饱饭呢。况且拉格巴从来都不收穷人们的钱。爸爸扔下妈妈不管，却在这里帮助草原上的人们。当年你爸爸和你妈妈是在城里认识的，那时你爸爸正在城里学习西医。按照你爸爸的意愿，他们一起来到了草原。可是你妈妈适应不了草原的生活，就带着幼小的你回城里去了。这也是不得已啊，我们草原上可不能没有你爸爸这样的男人呐。大人也有很多麻烦事儿哦。这个给我。可是这个不是妈妈平时最心爱的东西吗？孩子，你还记得我经常吹的那首曲子吗？妈妈现在很想听你吹那首曲子。如果那样妈妈的病就能好起来，我每天会拼命练习的。田径。田径。现在我带你去长老那里，你上来吧。爷爷爷，快来看，快来瞧啊！我这个迷人药啊，来晚了就看不见了。说来说去又是糊弄人的吧？上次你那个长头发的药一点都不管用，你看呐。那是因为我的话你只听了一半，那个药药涂上之后，如果不让草原上最厉害的敖王舔上一舔，是不会管用的。敖王？
敖王那家伙，谁敢招惹呀？没出息的胆小鬼，不讨女人喜欢。你说什么？你是不是想讨女人喜欢？怎么样啊？这药你买不买？多少钱？只不过5个金币。哦，五个？你不要拉倒，我还不卖呢。哎呀，可惜哟，可惜。我买。不卖了，收摊了，收摊了，回去吧，回去吧。太好了，奶奶，真难得，强巴总是买我的东西。讨厌的家伙又来了。这就是强巴说的拉个巴的儿子吗？太好笑了。这孩子是田忌，是。和你小的时候啊一模一样。长老，谢谢您的药。哪里，别放在心上。对了，梅德拉姆在你那儿学的怎么样啊？他学习很好，平时他帮了我不少忙，今天他休息了。我希望梅德拉姆把我教他的藏医学和你教他的西方医学能够结合起来。啊，我一个人要想学会放羊就得靠你自己。但这是在这里，如果你想依靠别人的帮助是活不下去的。呀呀，回来回来，我叫你回来呀，回羊群里去。那家伙完了，你在这看着，我过去一下。完了，都说不行了，可爸爸偏不听。回去，快点回去呀！我叫你回去。你这是怎么了，瓦拉？
爸爸，今天我追羊的时候，明天我要去远一点的村子出诊，你就看家吧。嗯。昨天的那只狗也不知道是谁家的，你知道吗，宝拉？其实问你也没用，是不是？啊，打中了，打中了吧？你就是拉格巴的儿子田进吧？听说是从城里来的。是啊，可是你为什么拿石头打我？我们是想看看你到底有多厉害。看他那样啊！城里来的家伙就这点本事啊！我们走。信我吗？谢谢，我不哭了，我可不想让你觉得我是个爱哭的人。羊呢？怎么办？羊不见了。有人在吗？血的味道。啊！去哪儿了？啊！回来了，太好了。啊！是这家伙，他说看见狼群了，还替你们担心呢。只要敖王来了，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藏獒可真厉害啊！那是当然了，没有任何一只狼敌得过藏獒。你看，那是敖王黑色的那只。
征服了草原上所有的藏獒。争斗了、啊、为什么？藏獒都有他们自己的地盘，来了一个新成员，总得打声招呼吧。那怎么行？快阻止他们，他们不都是藏獒吗？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呢？太残酷了。那是不可能的，天津，你看那只藏獒，他打算向獒王挑战。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不能不打吗？獒王怎么没有站出来？獒王是很聪明的，在没有弄清对方实力之前，他是不会出击的。雄犬是不跟母犬斗的。哎，两只都完了。再怎么强壮的狗，恐怕也没有救了。我去看看。啊！喂，危险！没事的。啊？难道是看上那只狗了？他和那只狗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嗯。索纳姆，我们几个以前欺负过他。嗯。太好了。你们俩快去把担架拿过来，还有粗一点的绳子。不要紧的，我一定不会让你们死的。我一个人抬不了啊，
拉克巴不在吗？他一大早就去很远的地方看病人去了。啊，要是这样可就没救了。哎呀，我去拿奶奶的药来。哎，阿妈拉的药要是能管用，那才叫怪呢。嗯，美多拉姆，今天没去长老家。今天结束的早。他是你爸爸的学生美多拉姆。学生？那你快救救他们吧！怎么伤得这么重？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治好，我试试看吧。求求你了！你就是田静吧？嗯。哎呀，哎，田静，我现在去把羊赶回来啊。谢谢你，索纳姆。啊，不用谢。把酒拿过来，就在那个架子上面，快！给。师父，他们是从悬崖上摔下来的，他们不会有事的，对吧？他们不会死吧？这伤口必须马上缝上。脉搏呢？哦，快得不得了，简直就像是老鹰扇翅膀一样。哪日怎么样？感觉没有那只狗那么厉害。哪日就拜托你了，我现在得把这个伤口缝上。田静，用力按着它，别动。好了，梅多拉姆，过来一下，给你用这个。奶奶的药什么病都能治。这是用什么做的药呀？折一袋子草榨成汁儿，再放点土，还有点牦牛粪。反正奶奶做的药就是马马虎虎的药了。她老人家总是说，你要是觉得灵，她就一定灵。你真是个好孩子。你自己把药交给田静怎么样？她一定会很高兴。那可不行，还是你给她吧。那拜托了。哟耶哟！不要紧了吧？就看今天晚上了，很有可能他还会发作，今晚要熬夜了。那我今晚不睡。剩下就看他的体力了。从悬崖上摔下来，连根骨头都没断，凭这样的身体，也许能挺过去。天晚了，我送你。真是个好孩子。师父啊，你和田静聊过了吗？那孩子心里恨我。啊？这也难怪，因为是我抛弃了他和他的母亲。可那是……不过我觉得这样也好。师父，对我的恨也许能让他变得坚强一些，至少能让他在草原上活下去。谢谢您送我回来。那么明天见。师父，您真的觉得那样可以吗？我觉得你想错了，光靠坚强是不可能活下去的。田静她现在最需要的是爱，因为她已经失去了母亲，才更加需要您的父爱。
什么事儿了？这么晚了？有件事想跟您说。什么事儿啊？今天我去北边出诊，到的时候那个人已经死了。哦，我觉得他是被野兽咬死的，还有羊和狗等牲畜也被咬死了。那么是狼？尸体检查过了，那不是狼咬过的痕迹。那到底会是什么？可怕的是，他把羊咬死后却没有把它吃掉。如果是狼或是狗的话，他们是不会白白咬死的。可今天见到的像是以屠杀为乐。是的，简直就是恶魔所为。回来了。嗯。天津。嗯。你去睡觉吧，我来看着他。我没事。那如果他发起狂来，你招架不住就叫醒我。嗯。没事吧？怎么了？你老实点，不然的话伤口会……怎么办？爸爸！啊，有了！这个笛子是妈妈留给我的。每当我听到这个笛子的声音，心情就会平静下来。安心的睡吧，我在旁边守着呢。早上好。早上好。是不是已经给他们两个都吃过药了？嗯。这个帐篷是？是临时诊所，狗在里面，病人没法进来，是长老借给我们的。哦，醒过来了。那二日，你老实点儿。哎呀，要是这么精神的话，看来可以吃东西了。嗯。
你为什么不吃啊？看，这是肉啊。还不到时候。如果不是他信任的人给他的食物，看来藏獒是绝对不会吃的。对他来说，我们只不过是陌生地方的陌生人，这种戒备心是很难消除的。可是，那不吃的话怎么会好起来呢？别害怕，我不是你的敌人，我是你的朋友。田静，你别那么着急。可是，看多好吃啊！田静，太危险。师傅，没事的，来，快吃吧。厉害，梅德拉姆，拿酒来。好的。幸亏不是真咬。你还不知道藏獒的厉害，要是真咬的话，你的手早就被咬掉了。来一杯酥油茶怎么样？好。酥油茶。拿着这根棍子上下捣一捣，就能把它搅匀。来，喝吧。谢谢。不喜欢酥油茶的味道呀？不太喜欢。你不知道吧？我们藏族人每天都要喝酥油茶。失去了亲人，难过的时候，我们就一边哭一边喝。这样一来，就会觉得心里轻松多了，也好过多了。萨姆多，那件事我想跟哥哥谈谈。你还是偷偷的消失吧。那可不行，我从小没有父母，是哥哥一手把我养大的，而且他刚刚从一个商人那儿抢了很多钱，现在心情也不错，我决定跟他说一说试试。傻瓜，别去法界。加洛哥，什么事？我有话要说。说吧。我要是不好开口就别说。加洛哥，我不想再当强盗了。哥哥，求求你了，我想洗手不干，我想过普通人的生活。不行。为什么？我们是兄弟，干这行我需要一个信得过的帮手。不是有萨姆多在吗？功夫不错，但他是外人。我已经厌倦了当强盗。你是听了那和尚还是顽固的拉嘎巴的说教？都不是。那是女人。要是女人的话，这世界上一撮一大把。可对我来说，世界上只有一个洛茜。德库丘的女儿。洛茜不想再让我当强盗了。我们这么多年从来没袭击过草原上的人，这里的家伙没有理由厌恶我们。可强盗就是强盗啊。首领从来就没什么好心情，白痴。加洛克，你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以后再报。让他走了。
他会回来的。秦兄弟又能怎样？他想什么，你还不是不知道？那日，不要再闹了。说起来，还不都是因为你打起来才受的伤？难道那日是讨厌这只狗吗？不管怎么说，真是条壮实的好狗。照这样下去，过不了多久，它就可以走了。真的？怎么了，瓦拉？这叫声是什么？是敖王来了。哦，是伙伴来接你了，对吗？那日是要走了吗？再见了，那日。只狗，相反，可能是喜欢上他了。啊！看样子他是想帮你的忙。你救了他，他想报答你，还不快带他去。就是那个洛普，那个我奶奶那个马马虎虎的药，不知道管用了没有？药给，这是什么？阿麦拉奶奶的药，洛普说给狗治病用的。你呀，就把它当做护身符拿着好了。
啊，那个嘛，你知道吗？奶奶一听说我把药交给了你们，马上又开始胡吹了。你们大家是不是听说那件事儿了？就是拉格巴家的田径救狗的事儿。可是你们只听对了一半啊！其实是我这个灵丹妙药救了那条狗。这个药无论什么伤都能治，今天破例特价，只要一枚金币。奶奶她总是这样。原来是这样。不过你真行。什么？你把那条狗给驯服了呀？你知道吗？藏獒除了主人是不跟别人亲近的，可那狗对田径你，就叫我田径吧。可是那狗却对你敞开了心扉，这种事情是很少见的呀。哎呀，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叫你胆小鬼了。对不起，那件事我早就忘了，现在我正在想给那个狗起什么名字呢，你有什么好名字吗？名字呀，这个名字嘛，它的颜色像黄金一样。黄金？太好了，我有了，那我们就叫它多吉雍直吧。什么意思？是昆仑山脉传说中一块石头的名字，像黄金一样闪闪发光。叫他多吉雍直，多吉雍直，好名字。喂，多吉雍直，多吉。他答应了，这个名字他也喜欢。太好了。你哥哥是猎人对吧？是的，我哥哥身强力壮，在山里跑十天连个动静都不出就能把猎物带回来，就是那样的男人，所以他那样死去我连想都没有想过，太可怕了，一定是恶魔干的。恶魔？茶沏好了，休息一会儿吧。好。你怎么了？能和你在一起生活真好。我们两个人像这样安安静静的生活，不用去做强盗了，这真是太好了。这都是托了你的福啊。你哥哥到现在还在生咱们俩的气吧？以后哥哥他会明白的。这是什么声音？别动，待在这儿。什么事儿了？多吉不见了，白天追羊的时候突然就不见了。是吗？他的伤还没完全好呢，到底去哪儿了？但是田径，多吉呢，他本来就是从别的地方来的狗，所以等他伤好了以后。你是说他已经走了？这我还真是说不好。那看起来你还真是喜欢上了那只狗啊。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多吉我就会有一种力量。他自己一个人在陌生的地方生活也一点都不胆怯。多吉他。那日。多吉。你去哪儿了多吉？今天咱们又收获了不少宝贝啊。那个胆小鬼商人吓得脸都变白了。只要你们不杀我，让我做什么都行。可再看看咱们的首领呢，还是破。首领真是既没有血也没有眼泪的人。首领，今天我们是不是太过分了？我们不是有规矩吗？在草原上生活，只抢东西不杀人的吗？你如果对我的做法不满意，可以马上走人。像法杰那样吗？别在我面前踢我弟弟。我法杰他真可怜，很惨呐，孩子太过分了，这家伙可能是被野兽杀的。为什么？看样子这应该是昨天发生的事。杀害法杰的是你吗？杀死他！见鬼！那狗好像是拉格巴家的。什么？人们发现他好像是最近出现在草原上的，现在跟着拉格巴的儿子田进在一起。是拉格巴。拉格巴，你给我出来！我知道你在里边。奶奶，别这样！你给我放手！拉格巴，我正看病呢。你说什么？你给我出来！出什么事了？你爸爸他……你这个家伙，你是不是跟别人说我的药都不好使，让大家不要买啊？这下可好了，药一点也卖不出去了，害得我连晚饭都吃不上。告诉你吧，我奶奶有好多好多钱，我都知道。你得赔我损失，不然我跟你没完。你做买卖这件事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的，只是以后别再卖什么你自己做的智商的药了，买药的人就这么对付了，伤口会恶化的。咦，别吓唬人了，其实我卖药也是为逗大家一乐，客人们喜欢看我的表演。要是那样的话，师傅说什么也就无关紧要了，不是吗？你少在旁边插嘴。总之，要是一点儿都卖不出去了，这事儿得找你算账。多吉，多吉，你去哪儿了？早上一起来就没看见你，担心死我了。
拉格巴，你得把你的狗交给我。这家伙他杀死了我的弟弟。你胡说，多吉他是不会干这种事的。有这只狗杀害你弟弟的证据吗？这狗就在我弟弟的尸体旁边。如果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那我来处理这只狗。爸爸，不行，我弟弟的仇得由我来报。加洛，你又没亲眼看见是多吉杀死你弟弟的，对不对？那又怎么能决定杀死多吉呢？老太婆，靠边站。我这个老太婆，哎，就是不能看见你们杀害无辜。今天你要是非杀多吉的话，那就先杀了我再说。奶奶，你真酷呀。把狗交给加洛。梅德拉姆，萨姆多，放开老太婆。首领对杀你们这些人是不会有什么感觉的，还不快点把狗交出来。不，不可以。躲开，臭小子。到此为止吧，加洛。提林长老，刚才我听说阿玛拉为了卖药的事儿来找拉格巴的麻烦，我是特意过来给他们做仲裁的。哎呀，什么仲裁不仲裁呀，你现在应该马上教训教训这几个不懂事理的家伙。最近草原上确实出现了一些不明死因的人和动物，而且数量有所增多，但目前还不能确定是这狗干的。那还有谁？这件事绝不能马马虎虎放过去，所以你能不能把狗先放在拉格巴这里？不行。加洛呀，之所以默认你们偷盗，是因为你们从不对我们草原上的人下手，也从不滥杀无辜。但是如果今天你伤害了大家，那他们不会白白放过你的。首领，要不这样吧，如果真的被赶出草原，那种到处流浪的生活我可受不了。就算是为了大伙儿，拜托你了，首领。混蛋！萨姆多，多亏你保全了加洛的面子，你是个聪明的人。我只不过是想在草原上混口饭吃罢了。真是谢谢您了，提林长老。现在安心还为时过早，拉格巴，得看村民们是怎么判决的。我是绝对不会让你们伤害多吉的，你们不能把多吉带走。田静，你好好想想，如果总这么下去的话。爸爸真是个冷酷的人，所以你才能轻易把沙子说出口，就像你对妈妈见死不救那时候一样。田静，师父，够了，田静。加洛还会回来的，你以为光凭我们就能保护多吉吗？是这样的，田静，目前的形势只有协商解决才有希望帮助多吉，你要明白。明白了，我会和多吉一起去的。多吉雍直他是我的狗，来，多吉。就这样吧，拉格巴。啊，过一会儿我也赶过去。田静，我也一起去。现在到处都在传说拉格巴家的狗杀死人了。是啊，我觉得说就是他，看来事情闹大了。是啊。
没事的，多吉。不管发生什么，我绝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的。正如传言所说的，最近两周，草原上接连发生了几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今天，又发现加洛的弟弟被杀害了。是拉格巴家的狗杀的，对吗？目前没有人看见。那狗就在我弟弟的尸体旁边，就是拉格巴家的狗干的，没错。应该快点杀死他。大家一定都见过田径和多吉在草原上奔跑的样子吧？那多吉从来就没有伤害过田径。如果多吉就是那个杀人恶魔，恐怕早就应该对田径下手了吧？那是因为田径救过他的命。那恶魔身上这点情分还是有的吧？草原上除了他，还有哪只狗能干出这种事？大家想一想，自从草原上出现了这只狗，才接连发生了这么多的怪事，对不对啊？说的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下一个倒霉的会是谁？也许是你，也许是你的家人。我完全同意加洛的说法。我也同意，要是小孩被杀害了怎么办？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就应该处决他。这下糟了。站岗一定很辛苦吧？你怎么来了，诺普？嗯，是诺普。长老说天冷，让我给你送点慰问品来。是酒？可能是吧。真是难得呀。嗯，就这么一点儿？这酒厉害的不得了，听说稍微喝一点儿，马上就有晕乎乎、飘飘然的感觉。哦，是吗？啊，是真的，感觉还不错。快让多吉逃走！出什么事了？对不上，村里的大人好像决定要杀死多吉了。打开了。多吉，快快跑！那个人怎么办？别担心，是安眠药。告诉你吧，奶奶做的药就这个最靠谱。大家等一等，我在尸体上发现了凶手留下的皮毛，但那是黑色的毛，而多吉是金黄色。这么说，不是多吉，肯定不是。谁会相信你的话？你是为了你可爱的儿子在编故事骗人？不是的。不好了，多吉不见了。我现在就去把他们找回来。你一个人去不行，组织村里的人们分成小组，分头去找。你去吧。好，我们必须赶在加洛他们的前面找到。长老，这里出什么事了？多吉，要去哪里呀？原来是为这个。我绝不相信多吉会是他们所说的杀人的恶魔。杀人的恶魔另有其人。啊，究竟怎么回事？这是我在旅途中从猎人那里听来的真事。是恶魔杀害的。恶魔？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怪物，像夜一样的漆黑，庞大。最可怕的是他那双眼睛，眼神里有一种疯狂的凶光，简直就是恶魔。要是云金在的话，哥哥绝不会死。云金是谁？
是哥哥养的一只狗。那时候云金去山里，所以平安无事。等他回来，看见哥哥的尸体。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云金了。这么说，那个云金就是多吉荣直？我觉得就是他。多吉时常不知去向，可能就是去寻找那个杀人的恶魔了吧。怪不得呢，多吉出现在法杰被害的地方也是为了这个。会不会是那儿有怪物留下的气味？多吉现在肯定也是给主人报仇去了。见鬼，跑到哪儿去了？首领，看那边。敖王他们深更半夜怒气冲冲的会去哪儿呢？跟在敖王他们后面三不多。作为管理藏獒的敖王，不可能扔下外来的多吉不管吧？没错，跟着敖王就一定能够找到多吉。出发。要是知道来这么冷的地方，我就多穿点了。天就快亮了。瓦拉真的能够靠得住吗？这家伙嗅觉灵敏，闻着找东西最拿手了。他们不会是去前面那座山了吧？哎呀，要是没有暴风雪还好。不能睡啊。可是洛普，快起来啊，洛普，洛普。醒过来了。洛普快起来。洛普，是加洛他们。加洛，难道有什么人在追你们吗？你不是来抓我们的吗？你们得感谢那两只狗啊，要是没有他们的保护，你们肯定就没命了。多吉那日。洛多队长，外面暴风雪好像停了。知道了。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是从雪山那边的村子来的。好喝吗？我第一次觉得酥油茶这么好喝。这么说，是他们要杀你们的狗，所以你们就逃出来了。村里的人们认定是多吉杀了人，可是他们绝对弄错了。是啊，不是那狗杀的。你也相信我们？啊，杀人的是我们正在追赶的恶魔。恶魔？他就像暴风雪一样突然袭击了我们的村子，只能说他是黑色的恶魔。他不给人留活路，一眨眼的功夫，不管男女老少，就把村里几乎所有的人都给杀了。
这是个丧心病狂的怪物，只是为了杀戮而活着，就是他。我们正在追赶那家伙，袭击你们草原的也一定是那个黑色的恶魔。罗刹，我们这一代人都这么叫他。别的不说了，回你父亲那里去吧。等我们收拾了罗刹那个恶魔，就可以还多吉清白了。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知道他就在附近，今天或者明天就会遇到罗刹。吃的放在那儿了，再见。为什么不吃了？啊，多吉！啊，敖王！多吉，那日，快跑！不行啊，他们又要打起来了！多吉，真是的。找到了，去死吧，多吉！这是什么声音啊？这声音可从没听过。多吉，该死的，追！现在为了维护他的尊严，打算独自去战斗。我们谁也不能阻止多吉，我们只能相信多吉，守在他身边。干掉多吉！
弟弟的仇由我来报。首领，那样的怪兽我们可对付不了啊，还是撤吧。闭嘴。快跑！天剑！
知。就这样，多吉雍直和我冒险的故事结束了。但是多吉并没有死。哇，太可爱了！你看，你看，真的和多吉一模一样。是的，作为生命的延续，多吉又复活了。不想任何困难挑战，这是我从多吉身上学到的。在这辽阔的世界上，靠自己的力量顽强地活下去。在那以后的50年，我继承了父亲的意愿，作为一名医生，至今生活在祖国西藏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爷爷，走啊！人类把狗当作是朋友，狗也把人类当成他们的朋友。是多吉告诉了我，这是一种多么难能可贵的友谊。的梦，穿过喜马拉雅，站在坡。
的。